天文望远镜和相机镜头是我们追逐光的利器，不同焦点下的星空会是怎样的差别呢？这是1200毫米焦点镜头下单反相机呈现出的月亮，这是14毫米焦点镜头下单反相机呈现出的银河。同样的银河，在85毫米焦段和35毫米焦段镜头中就更加绚烂了。这些大概是最接近我们人眼直接感受到的星光，但是星辰宇宙远比我们双眼看到的要美。利用天文望远镜，我们可以观测到超出人类目视范围的光。追光所带来的幸福感，不只是拍摄到一张张满意的星空图片，更是追寻的过程。